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翻到嚟呢一只嘅奇怪嘅 NDS 三金改版呢一个嘅金蝉脱壳啊！咁我哋继续剧情啊！上次讲到经历咗一大堆嘅 NPC 嘅剧情之后咧，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由呢个新手村出发啦！咁啊，睇下呢个剧情有啲咩嘢嘅特别。好，一个捕捉嘅野生精灵教学，冇咩特别啊！不过咧我哋可以见到咧呢一个野生精灵咧，竟然系腾腾蛇。就是这个的黑白的御三家啦，是啦，在这个心金呢就没有的，那他应该是自己家的啦 ,ok? 他谷草叶好像真的有点炸，定还是他这个的版本强呢？为什么 我觉得一开头的野生怪都打不赢的？未啦，但我们有招飞越快到啦，有招本属技能。哇，为什么瞬间就可以眼前一黑？哦不，这个 game 呢他不需要加速度，他很快，挺好。好，这个算不算一个最大的突破呢？这个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呢？这么流畅的？有河马的，为什么这里？因为不知道它这个的道馆属性，所以我们都不捉这些住。我不知道第一个属性是不是都是飞行系，如果根据以往心金的话。如果是飞行系我们就大镬了。这个已经没得用草技打了，即是说其实我们是不是都要一只非谷草叶的虫，即是捉只新虫来用，如果不是很难打。你看我们这个 NPC 我都过不了，哇，我忘记在 PC 回血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再走，反正很快的。那另一个劲力可以撞到腾腾蛇，我可不可以撞到？为什么他可以撞到我撞不到？毒蛾虫，毒蛾虫就冇乜用啦。我哋主要咧，其实捉第二只精灵嘅话咧，就系、捉一啲同草系唔同嘅，系啊，即系同佢系另一半咁样啦，即系一个相克嘅关系啦，即系可以捉可能系火系啊、雷系啊嗰啲。好嚟啊！我又打过啊！呢、這个飞越快都睇下几伤先，应该唔系好痛嘅。哇，同撞击差唔多，不如用撞击啦。我打完呢只我已经冇血咯，打唔打赢嚟都难啊！啊，最中毒添，有冇药啊？哇，原来我有咁多支药嘅，咁我哋唯有药资训练家啦，唯有。好，喂，好，有啲难打真系。啊，解毒药，怀疑呢一个嘅作者都系为咗俾啲玩家应对呢个情况而准备。嗯，系 ，skip 咗下面嗰个 NPC 添。麦可，神怒天王啊，系嘛？绝对云能嘅麦可大人，麦可大人系边个啊？系人嚟噶，唔系作，唔系嗰啲 NPC 嚟嘅咩？我绝对云能讲起都好耐冇，好耐冇玩，佢亦都好耐冇更新啦。其实佢 keep 住有更新嘅只 game， 可以喺度同大家讲下啦。绝对云咧系 keep 住有更新嘅，但系咧佢可能仲有一啲嘢要执啦，所以咧。大家有生之年可以望到啦。如果佢有更新嘅话咧，我都应该会即刻玩噶啦。嗯，做咩个人无端消失咗？呢度一如既往啦，有个有棵树顶住。哇！点解呢度落冰又有圆绿沙嘅？圆绿沙其实系 OK 嘅，但系通关嚟讲，圆绿沙其实麻麻地。不过我哋都可以试下捉啦。但系佢呢一个嘅捕捉率唔系话咁高啦。可以试一试嘅，系摇都唔摇嘅。我哋仲要受住呢一个嘅冰雹嘅影响啦。我哋试下高级球咯，既然佢送我高级球就，哎呀，好嘢！好，我哋收获咗圆绿沙啦。OK， 地面系龙属性，非常之好啊。咁地面龙属性咧，其实系同幽草叶系完全唔夹嘅，因为大家都系怕冰啊。但系我见佢都 OK， 所以就捉个先。巫女嘅性格加密防减特防，基本上就系废嘅性格啦。然之后特性系鲨鱼皮，鲨鱼皮好似系梦特性嚟嘅。咦，谷草叶原来都系梦特性嚟嘅，佢唔系嗰啲咩茂盛，而系叶子守护，晴天不会陷入呢个异常状态。几好，性格呢？哦，性格系对性格啊嘛，加特工减密工，可以其实。好，呢度已经开始好多嘢啦，又见到红头发匆匆忙忙撞咗一下，好，
呢个系咩人嚟噶？男朋友投诉好，都一啲都唔中意。有人有咩关系 ？OK 嚟啊！同屋企喺度，啱啱我哋精灵明明系我噶喎，靓仔有啲咩资格啊？捉精灵啊？仲快翻去瞓？你个死仔边叫边个小朋友啊？嗌你啊，靓妹！又点啊？追我咯！想走？呢个又系黑白嘅主角嚟嘅，黑白二嘅主角喺 game 入面嚟讲，哇！系、哎、我已经唔系好打得赢咯，呢啲属性点解仲要落埋冰咁黐线噶？哇！我系要翻屋企咯，睇嚟唔系要翻 PC 咯，咁样咬拍诶，食个药啦，冇办法啦，费事拖进度啊！我希望每一集都有少少进度。点解打唔中？原法师啊，原色术、阴色术啊，呢叫做 NPC 要求登录嘅都唔好登录啊！重大嘅笔唔好登录，唔好登录。嗱，登录电话呢度唔登录啦，但佢话唔可以登录啊。嗰度有只铁炮咗，想去捉，可惜我唔识游水。天气越嚟越好，都食冰棍。啱啱有冇带钱？头先俾一个红头发抢咗，你要小心。红头发应该唔会抢我嘅。如果佢够胆抢我嘅话咧，我都够胆抢佢。应该听我最近阿聪每晚鬼鬼祟祟啊，锻炼唔知咩阴谋，都系唔好多管闲事。呢个咩事啊？训练我嘅精灵最近咧越狱反咁多，要保护我自己。哎，大镬！呢度有啲咩行啊？咁样。啊！哦，上面呢度有得行嘅，呢个咪大髀尿嚟噶？哦，唔系，枪响嚟，系咪开始捕捉 ？OK， 开始捕捉，去啦，炎绿沙。OK， 完全打唔赢，对枪响无法造成伤害，枪响很生气喎，好嬲啊！枪响，哇，小豪呢咪神兽装嘅，竟然会有咁珍贵嘅精灵，睇我一球。黐线啊！呢度喺呢度都要面对啲咁奇怪嘅剧情系嘛？咁黐线嘅荒谬啊！荒天之大谬，捉到苍响啦！要捉精灵咁简单，唉、哎，咁啊废柴啊！连个精灵都唔识捉，笑死人啊！下一个精灵去捉凤凰，然后捉住三神兽，哇！简直荒天大谬！呢、這个小豪咧，简直系呢一个 Pokemon 界嘅公敌啊！唉、哎，多谢晒，太容易荡失路啦！喂，呢、這个系阿边个？心金嘅降属性管主，小滑头啊，好快嘅速度啊，追唔上你啊！我有啲嘢俾你啊，得闲洗个头好油。啲剧情真系奇奇怪怪，行啦，买路。系啊，话你啊，你系边位啊？呢度最近咧严控。好，你要吉紧事啊！哇，佢好似好长咁啊！呢条路，喂，眼睛擘大啲，唔好俾咧小妹妹啊，唔好俾啲犯人经过。呢、這个家伙日日咧都有谂咩靓妹啊，谂小妹妹啊，佢仲未走啊！喂，呢、這个系火箭兵嚟，有警察，快走！搞一搞 setting 先，我就话点解突然之间好唔惯，因为嗰个速度问题。咩话？有冇喇叭啊？同我系小光甲交换，我想听下咩叫小光甲喎？喇叭啊嘛 ，OK。既然系咁，我哋第一个要捉嘅就系喇叭啦，跟住同佢换。咦？竟然冇嘢问我呢度咁长？有冇训练师卡片？执紧勤，唔好同我讲嘢。有冇训练师卡片？冇咩特别。咦？未知图腾系嘛？咁唔俾行喺度。呢、這个系银河团。呢、這个系喇叭塔，呢个地方真系有和尚都系。我每日冇嘢咧埋伏喺度，发现每日都会有啲年轻嘅女子跑入呢个喇叭塔。喇叭塔，哇！呢度即刻劲流畅、劲顺啊！呢个轮达好似系嘛？老大，我哋唔系啱啱咧走出嚟缺钱嘅咩？睇我啱啱咧执到啲咩？系银包啊！呢度咧入面有几百蚊啊，几千银啊！蠢材，呢啲钱可以做啲咩啊？食餐饭都唔够啊！听讲咧，呢个俄外兽嘅尾巴好值钱噶，一条可以卖几万蚊啊！你要偷几多个银包啊？你要啊？啲肉再少啊，都系肉啊！
蓝丝已经去咗呢个外兽嘅井啦，我哋要快啲跟上啦。咁呢一个咩黎林啊，佢系送喺上面，唔理佢啦，一个老嘢咧，佢应该搞得掂噶啦。俾翻个银包我啊！咩银包啊？边个偷你银包？唔好怪错好人喎、啊！唔好唔应啊！三个一睇印度嚟嘅，除咗你哋仲有边个？咩啊？想喐手出头鸟，我唔惊你。喂，屌关我咩事啊，大佬？我大镬，我飞到唔够打。麻痹粉、电光石火，我哋唯有靠中毒啦。之后我哋用叫声降低去攻击。我唔够打开始。点解叫声好似完全对佢冇影响咁？黐线啊！叫声唔系降低佢攻击嘅咩？点解好似降低咗我嘅攻击咁噶？攻击力下降一级啊嘛！哇，佢打人劲痛啊 ！OK， 正式宣布我哋第一个关卡已经卡关啦。咁呢度间屋咁神奇？咦，呢度俾限啊，可以睇下呢度有咩族？哎，就系、是、有喇叭咯，我哋可以试下。啊，系佢毒系，唔记得咗。生长好，跟住我哋可以用精灵球啦。OK， 喇叭睇一睇喇叭，睇下你劲唔劲先。如果劲，我可以留低。实降冇加减啊！再见啦，喇叭啊！虽然同你咧相处唔系好耐，大概一分钟时间，但系我哋都系好朋友。我哋来生再见。诶、欸，竟然系呢只可多拉色维喎！对待火种啊，得到喇叭牙啦，喇叭牙好嘢嚟噶，好好照顾佢。火种系咩意思啊？实个冇特别，不会受到反作用伤害，仲有道具空背灵，几好啊！仲有一只色维添，佢八咧已经数值上演赢过我哋谷草叶啊，除咗特工之外，系数值嘅精灵嚟噶。呢度我哋可以装學習装置俾阿袁绿沙啦。点解要俾个不变石我呢？降属性其实 OK 嘅都叫，因为降属性加岩石系咧，基本上打阿、飞人系道馆咧十分之合适啊。不过打，诶，腾腾蛇竟然真系有，活你一个就嚟先，我哋可以捉一只喎、啊、又，不过又系。又系同呢一个我哋嘅 team 咧唔系好夹啦，因为我哋已经有草系啦，又系一只惊兵嘅虫，咁易中咩？主角虫，慎重加特蒙眼特工，基本上就已经废咗啦。特性就系茂盛啦。而家佢呢个腾腾蛇点解出面个样咁奇怪？撞多一阵睇下啦。二子草呢只又系草属性啊，唔啱用。诶、欸，我哋有龙路喎，咩利羊 OK 嘅。不过咩利羊咧速度偏慢啦，进化咗地龙之后，但啊电龙啊，但系特攻超高，不过都唔系咁合适啊。差唔多啦，我哋可以上去打喇叭塔啦。因为袁绿沙已经学咗最强嘅技能龙之路，我睇下你赢唔赢到我只可可多拉，一嚟都系麻痹粉。佢打我基本上就因为有属性嘅抗性咧，所以唔系好痛啊，但系。都系伤害嚟嘅、啊，都死咗啊！唔紧要，袁绿沙出龙之路应该一发秒嘅呢、這个，啊秒咗，水奶，哇！龙之路最强嘅技能，大镬火珠啊！哇，好在啫，龙之路真系 MVP 嚟啊！咁犀利，偷我银包仲打人，我去报警，哈哈，你啊笑死我啦！歪大头钱包冇你份，点解会咁样嘅剧情？点解会帮咗呢两条友咧？我按照翻呢个改版啦，呢、這个作者嘅谂法咧，应该即刻解释翻啊嘛。虽然我哋嘅角色系唔识讲嘢，都未好少海啊 Pokemon 咧改版咧，主角系识讲嘢，全部唔识讲嘢，哑、啊、嘅全部都，全部又哑又聋。大食花啊！其实有呢个空背灵都唔错，虽然你见佢好似一滴血咁加啦，但系积少成多都 OK 嘅。系你，我嘅小弟话你恰佢，靓仔，你竟然唔睇咧？系边个嘅小弟就乱咁恰人？黎林呢个系
四天王嚟嘅，好似系啊，四天王点解叫五木嘅？大水怪直接出呢个谷草叶，哇都赢唔到，太屈机啦！种族值真系争太远啦。虽然我哋仲有只草系 ，OK， 系新族嘅精灵真系渣，所以咧今日咧饶你一命，下次唔好俾我见到你啊，走啊！传嚟奇怪嘅声音。嗯，咩嚟噶？我教有黑影嘅，奇怪嘅影子，谷草叶，我都有啊，谷草叶，小火马，转啊！我哋而家咧多部之急系要换一只可以抗到火属性嘅精灵，如果唔系我就好大镬嘅。蔓藤怪呢啲系麻烦虫嚟嘅，其实哇扎根咗，咁要换啦，换元禄沙打啦，哇好屈机，点解会俾人用啲咁屈机嘅龙之路嘅？我本身以为呢个 game 咧系倾向于困难少少嘅，点知突然间出咗只龙属性，本身我都唔想捉嘅，其实，但系冇办法，啲虫嘅属性太差啦，所以一定要捉一捉嚟平衡一下。呢个系你嘅服务费，你一走嘅时候咧，由后门偷偷摸摸走啊，唔好俾咧庙入面嘅大喇叭发现啊，唔系咧冇生意做噶啦。好嘅，长老满意就我最大福气，我205号，请记住我。技术有啲咩唔周到咧，多多指教啊！感谢长老嘅光顾，使用要尊龙鼎，长老。借一借唔该，喂，仲有一路之前嘅事情咧，已经成功啦，我系还嘢俾你噶，仲有咧答应你嘅嘢咧，一齐还翻俾你。同大仙生合作真系令人愉快啊，讲到啊做到啊，长老真系客气啊，期待下次同你合作，冇咩事告辞啊。既然大仙生走啦，我就唔强留啦。Okay， 咦，呢度冇咗个咩嘅？哇，大镬 ！Oh no！ 喂，卡死咗啊呢度。喂，我穿洞城啊，大镬啦！大镬，喐唔到，哇！我做乜鬼嘢？突然间喐唔到啊！呢度咪先，有啲惊惊地喎，师傅先，惊惊地啊！突然之间，唔知做乜鬼嘢棘住我喐唔到。哎，唔系你咁谂噶，啱啱咧学紧英文啊。不过205咧确实唔错，呢度啲和尚几中意佢。爷我咧就话俾你听个 number。OK， 长老光世。我觉得唔够打，其实老实讲，就算我满咧，我都未必够打。系啊，冇中到呢个催眠吻，中咗第一环 ，OK 死咗。有机会嘅可以试下嘅，哇，好鬼麻烦喎佢啲技，因为 game 咧佢嗰啲 NPC 啊，啲技人咧全部都精心配过。先用毒粉，哎，催眠粉对草系有效，呢个系唔知边一代改，唔系、啊。呢、這个好似系最新版本草系先无效喎，哎呀顶啊！反而点解毒粉对佢无效啊？因为毒系唔可以食到毒。OK， 佢冇用到。OK， 仲谂住讲佢冇用催眠粉。哎呀，赢唔到啦！要升少少呢啊，真系要。好硬正喎、啊，嗰只嘢打都打唔入喎，咁恐怖咩你？速度几多啊？睇睇对一对速度先，唔够嘅快真系唔够打。如果龙之路可以先打佢两下咧，佢就死噶啦。OK， 咁今集就玩咗咁多先，系啦，咁下集我哋就攻破呢个塔，打埋呢个道馆啦。好，今集就嚟呢先。